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内容哦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，我有把它放在那个，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网址哦，这个网址里面，然后的第五个单元哦，你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里面的话其实也会有我刚刚的那个公式哦，我把它再贴一下好了，我看一下好像那个，点击进来的。好像没有很多哎 ，OK 哈，是不是没找到？还是因为我等于是这个就是一个云端的讲义啦，那有一些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公式啊，上面其实都有 OK 哈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哈，刚刚提到那个录制剧集的部分哦，那这边是已经录制完的结果啦，所以你们要参考的话，可以再到这个第四页这个地方，其实就两个 sub 啊。所以录制的方法哈，当然我刚刚有提到，第一个你要先彩排过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你可以再把这个动作哈，再把它执行。所以我先把这两个按钮一起先把它拿掉好了，我们先从头来过好了，这两个，但等一下可以加哦。那所以呢，第一个如果要录制剧集的话啊，第一我刚刚彩排了哈。那录完的结果其实也会在这个 Visual Basic 里面出现。那我先把这个我刚刚加上去的这一些程式，也许先把它移掉，好不好？让这个画面变得比较干净一点。假设跟各位一样原始状态哈。那如果说呢，我将来希望做完的事情呢，能够加快执行的速度的话，那当然你做完之后啦，你这公式其实可以不用删掉哦。然后呢？先彩排完之后呢，接下来就开始录制了，所以录制之前可能要先确认一下你那个步骤是不是有记得，而且那个步骤呢不能做错，所以最好是建议你刚才，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，你干脆把它写下来好了， step 1 2 3 4 5 OK 好啊，不跟这样应该只有四个步骤，所以你就1 2 3 4好，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了录制剧集啊，把所以开发人里面有录制剧集，然后剧集的名称，也许叫做叫问卷调查剧集好了。OK， 好，那就给一个名称，给个名称就按确定就开始录制了。OK， 那如果 NG 怎么办呢？比如说我现在按下确定哦，我发现说，不对，我现在游标已经在 B2， 那就 NG 了，因为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在先把游标放在 B2 以外的位置，不然如果你现在直接点。已经在这里，你再点它，它不会帮你录制对的剧集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停止停掉 ，OK， 那怎么办 ？NG 嘛 ，NG 没关系，再来一次啊，录制啊，再把名称贴上。那因为刚刚已经有录一个 NG 的那种，它把它盖过去，所以按确定，它问你说，是不是要取代？然后当然是，好，它还是 NG， 所以游标先把它移到旁边来，好，再一次。所以很容易 NG 啦，NG 就重来没关系。好，一游标放在 B2， OK， 2的话呢上面打个勾， OK， 然后3的话呢向右填满到欧蓝，4的话快点两下，记得在这个空点哦，快点两下让它向下填满， OK， 好，那完成了。所以完成四个步骤之后的话，最后记得按停止录制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有第一个剧集了。第二个剧集的话呢，就是再按一下录制，那个剧集叫清除好了，清除剧集。那我们主要做什么？把它清掉。不过还是一样啊，先确定一下啊，游标还是先放在旁边这边好，因为等一下我要点这边，然后 Ctrl Shift 向右向下，好，所以先点旁边任何，就是不要放 B2 就对了哈。录制，然后这边给一个清除剧集。按确定，好，一游标放在 B2， 啊，记得哦 ，Ctrl Shift 向右向下 ，OK， 意思就全选啊，所以 B2， 然后 Ctrl Shift 向右向下，好，然后 Delete， 好，这样的话就清除了，那一样把它停止录制，那停完之后的话，接下来我们如果要把刚刚录下来，所以已经录了两个剧集哦，那怎么知道它录下来有没有成功哦？其实你可以在录制剧集的左边这边有个剧集的清单，它会帮你把你刚刚录的那个剧集放在这边
哦，点一下 OK， 然后你看一下啊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？哎，你会发现就刚刚这录了这两个，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哦？你可以按一下执行 OK， 哎，也成功了嘛哈，然后再来聚集，再按一下清除聚集，啊，再按执行有没有成功？哎，也成功了。那当然一样啦，如果你假设一直哎奇怪怎么怪怪的哈，多一些动作少一些，或者是最后结果不对，那就 NG 就可能再把它重录制。那录完之后的话呢，再去检查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哈，执行一下 OK。 那当然你最后哈，希望能够因为将来如果要执行聚集哈，每次都还要直接进到开发人员里面的聚集，其实也蛮不方便的哈。所以最后如果希望呢能够在旁边加个按加两个聚集，有两个按钮的话，那最后呢你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开发人员啊，这个下方的左边有没有插入，然后如果你要加按钮的话了哈，你可以在这个插入的下方找到叫表单控制项里面这边按钮。哎，这个按钮有点像小画家那个矩形，你就拉一下哈，点它一下，然后在这边拉两个按钮，好，然后呢，他就会问你说，哎，你点他一下，在点这个啊 Excel 的这个地方啊，记得哦，点住不要放，往右下拖拉，那大小由你自己决定，好，放开。哎，他会问你说，哎，那你请问一下，你这个按钮按下它之后的话，你要执行什么聚集 ？OK， 那这个时候我要执行的是这个。问卷调查聚集，好，你把它选到，然后按确定就 OK 了。不过按确定之后呢，按钮上面没有名称，所以我的习惯哦，我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名称复制一下，然后按确定就可以。所以哎，点它，它执行这个聚集，然后最后的话呢，把这个名称也带上来。哦，那我希望 delete 掉哈，按贴上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按钮就 OK 了啊，一样啊。再点这边一下，再点就是插入表单控制项的这个按钮，然后一样啊，在这边点住不要放，然后向右下角拖拉，一样放开，他会问你说，这个按钮呢，将来你要执行哪一个聚集啊？哦，清除聚集，那一样把名称复制一下，然后贴到这个按钮上方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。完成之后，你按一下这个。问卷调查聚集，哎，就有了，清除，哎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以后啦，哦，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简单几个步骤啦。如果你的步骤越多，哎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哇，那真的是越方便，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通通把它串在一起，哎，那就简单，事情也会比较有效率哈。那这个请各位试试看好了，把这个录制完的结果变两个按钮哦。那当然如果你假设啦，你我是建议最后可能还有一个还蛮重要，就是你录完之后哦，你想说，那到底这个它是怎么样可以让我可以自动执行，那基本上啦，这个可能就牵涉到它背后的程式，就是所谓的 Visual Basic 程式了。那这个难度啊，相对的也会比较高一些些，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哈，时间所能够讲得清楚的。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啦，也许不妨可以先把录制聚集先玩玩看。我是觉得录制聚集真的还蛮方便的，有些东西你就不需要再重复做啦，节省很多的时间哈，试试看哈。